像如果叔叔啊在打游戏的时候啊，我妈有一次就这样，她直接打电话给我，然后呢我就接起来啊，我也不跟她说就是我在打游戏，然后我就跟她说，哎妈，安诺，我妈就跟我讲一大堆，然后后来呢跳回去，因为我想说哦她可能有急事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想说 OK 回去，我直接跟我队友说成 sorry， 温布啊看好话哦，这个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游戏没有比妈妈重要。